超级汽车。记忆病毒。嘿，阿布，生日快乐。哇，雷克警长，你的记性可真好，竟然记得我的生日。那当然，没什么是我记不住的。你是谁啊？什么嘛，还说自己记性好，一下子就把我忘了。哼。这是哪儿？我是谁？怎么想不起来了？哈哈哈，雷克警长竟然忘了自己是谁，这太好笑了。哈哈哈哈。没错，只要被我的病毒芯片打中，汽车们就会失去记忆。继续攻击！哈哈哈！白老虎，公交车巴斯忘了上班，我们上学要迟到了。垃圾车小美也忘了上班，街道上好脏啊。小火车，你们怎么不认识路了？啊！大家稍等，我们马上调查一下。哦，找到了！原来又是麦特博士新发明的汽车在捣乱。快呼叫安琪，帮大家清除病毒，恢复记忆吧。嗯。超级汽车，请准备。任务收到。超级汽车变身，飞天救护车安琪，超级汽车出动。超级汽车失去了记忆，不要担心，我来帮助你。一圈一圈飞呀飞呀飞，请你想想你到底是谁。我是无畏的消防车，我叫高迪。哇呜哇呜没灭火，没错。伸出我的长水管，喷呀喷呀喷呀，大火大火熄灭了，太棒了。记忆记忆回来了，我全都想起来了。继续寻找其他的超级汽车吧。嗯，好的。我们是超级汽车，有不同的风格。我是飞天救护车，治疗交给我。请你，请你快想一下，你的工作是什么？请你，请你快想一下，现在该怎么做？我是巴斯公交车，接送乘客很负责。我是妮娜出租车，所有道路都记得。我是小美垃圾车，清扫每一个角落。我是雷克是警车，发现坏蛋不放过。当然是超级汽车。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一切又恢复了正常，真好呀。嘎吱嘎吱怪，最棒的探险队来了。我是队长。我是二队长。我是三队长。出发。我有点害怕。要不我们的探险就到这里结束吧。只有我在，你们别怕。
的警长，我们在森林里看见怪物了。嗯，别着急，跟我说说那个怪物长什么样。那个怪物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它好像有八个，不，十个脑袋，还有五只眼睛，六条腿。天哪，森林里有个嘎吱怪，长了十个大脑袋，20只眼睛，80条腿。雷克警长，大家说的是真的吗？听起来好夸张呀。哦，嘎吱怪，看来我必须去调查一下。嗯，警车雷克，请准备。任务收到，超级汽车变身。今天的惊喜道具是机械剪刀手，超级汽车出动。找一找，嘎吱嘎吱找一找，10个脑袋8只脚，怪物怪物真奇妙。嘀呜嘀呜找一找，嘀呜嘀呜找一找，金锯树枝绕呀绕，怪物怪物没找到。咔嚓咔嚓剪一剪，咔嚓咔嚓剪一剪，小心小心别摔跤，森林里面很危险。咔嚓咔嚓剪一剪，咔嚓咔嚓剪一剪，嘎吱嘎吱出现了，跟着目标向前跑。嘎吱嘎吱，你们别害怕，嘎吱嘎吱，是我生锈啦。嘎吱嘎吱，车轮转不动，嘎吱嘎吱，我就是怪物。原来是汽车老爷爷，那我能帮你修理一下吧。咚咚咚咚，锤子咚咚响，刷刷刷刷，油漆刷一刷。哦，谢谢你们，我感觉自己年轻了10岁。不客气。好了，我的调查结果是森林里根本没有嘎吱怪。嘎吱怪又来了。看来他才是嘎吱怪。博物馆风波。哇，是霸王龙的化石。我们来玩轮流扮演霸王龙的游戏吧。好呀好呀。可怕的霸王龙要来抓你们啦！我们好害怕呀！快跑呀！我来啦！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在博物馆里不要追逐打闹。麦多多，你不是最厉害的霸王龙吗？怎么摔倒了？哼，霸王龙生气了，我要把你抓住。霸王龙
救命啊！不好，我们闯大祸了，怎么办？好可怕呀！好疼呀！救救我！也救救我！看来我需要支援，呼叫指挥中心。安琪，有什么事吗？我站在博物馆里，这里发生了事故，你们看。别担心，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超级汽车，请准备。任务收到。超级汽车变身，大力士吊车阿力，飞天救护车安琪，七彩搅拌车瑞博，超级汽车出动！哎呀呀，不分离乱糟糟，走走！哎呀呀，恐龙化石不见了，全碎了！哎呀呀，所有雕像都倒下！哎呀呀，我们快点行动吧！嘿呦嘿，伸出我的长手臂，有力气！嘿呦嘿，大大石块吊起来！嘿呦嘿，恐龙化石照一照！嘿呦嘿，一块一块搭建好，完成了！哇哦，霸王龙又出现了！可是雕像怎么办？看我的魔术表演吧！变呀变，大大滚筒转呀转，转呀转，变呀变，七彩水泥变出来，好漂亮！变呀变，小小裂缝修不好，变呀变，变回原来的模样。哇，好神奇！我来啦，张开翅膀。放在那，呼啦啦，呼啦啦，快点快点放中间，呼啦啦，呼啦啦，雕像雕像放在那，呼啦啦，呼啦啦，快点快点放旁边，呼啦啦，呼啦啦，超级汽车有办法，呼啦啦，呼啦啦，一圈一圈回来啦。快递，太无聊了，我们该做点什么呢？朋友们，我们去做些有意义的事吧。什么是有意义的事呢？找到了。我们到底要干什么？看到那辆大货车了吗？它可是超级汽车哦。看到了，它正在送快递。没错，如果我们也去送快递，那我们就能成为超级汽车。行动。谢谢你啊，斑斑。没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好了，我们快走。
怎么感觉肚子里空空的？啊，我帮你看看。糟了，你的快递不见了。什么？白老虎，开心虎，大事不好了！斑斑，请你保持冷静，发生什么事了？我肚子里的快递突然全都消失了，希望大家能帮我找到他们。没问题，超级汽车，请准备。任务收到。超级汽车变身。巨无霸货车，斑斑。超雷达警车，雷克。跳跳出租车，妮娜。超级汽车出动。超级快递员送货快又准，走过这条街，穿过大森林，翻过这座山，马上就到达。好像掉了这个，没关系。丢丢丢，开雷达，沿着街道找一找，一个两个找到了，还有很多继续找。跳啊跳啊跳一跳，森林里面找一找，一个两个都找到，还有很多继续找。超级快递员送货快又准，农场和果园快递送达，这不是我的。丢丢丢，开雷达，来到农场找一找，有个快递送错了，这是果园的快递。跳啊跳啊跳一跳，果园里面找一找，有个快递送错了，这是农场的快递。天黑之前都送达。你们为什么要拿我的快递？我们也想像你一样帮大家送快递。好吧，不过送快递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对不起。明天正好有很多快递，我需要些帮手，你们愿意来吗？啊，好呀。原始人之家。快，是新的求助信号。哦，是一个原始人。露萨露萨，阿库纳塔，曼库拉。他在说什么？我一句也没听懂。瞧，又来了两个原始人。亚弗里卡特鲁汉娜，看不到大路亚。不好，他们怎么打起来了？我们快召唤超级汽车吧！警车雷克，请准备。任务收到，超级汽车变身。惊喜道具是翻译耳机。时空跑道开启。超级汽车出动。
空色空色马路色空色空色马特路色、大家快住手、对呀哦要开启翻译耳机这回好了我是警车雷克你们为什么吵架呀我们想建房子但想法不一样我想做石头屋这样才坚固我想做栅栏这样才能防御野兽我希望房子上有很多花花这样才漂亮哦，原来是这样放心你们的想法都会实现这是吊车阿力他按照你们的要求设计了一个新房子看起来很坚固很安全也很漂亮我们喜欢那太好了大家一起来建造房子吧我们都是原始人不塔库塔塔一起努力建房子不要再吵架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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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石头一块块放好房子高高高我们都是原始人木塔库塔塔一起努力修未来互相要帮忙咔嚓咔嚓嚓咔嚓咔嚓嚓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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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木板一块块放好围栏很坚固怎么和图画上不一样我知道少了什么是好看的花花我们都是原始人木塔库塔塔漂亮花朵在哪里我能找到它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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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儿一朵朵绽放房子建好了坚固安全又漂亮我们好喜欢这一定是最棒的原始人之家大家的合作很完美哦木塔库塔塔海底寻宝今天天气好不够上班了最棒的挖掘机要开始工作了快停下刚刚是个小意外我只是因为天气太热了想洗个澡再开始工作怎么挖不动了难道是什么宝贝呀是张藏宝图宝藏就藏在海底海底有宝藏嘿嘿嘿那一定是我的刚好试试我新发明的暗黑鲨鱼车大海这么大靠我自己找宝藏得花一年的时间吧这可怎么办呢对了呼叫指挥中心嗨，酷宝，好久不见。
贝乐虎、开心虎，你们看，我挖到了藏宝图。哇，恭喜你！可是光靠我自己肯定找不到宝藏，我需要帮助。没问题，超级汽车，请准备。任务收到。超级汽车变身，超雷达警车雷科，火箭赛车旋风，铁臂挖掘机出宝，超级汽车出动。准备好了吗，朋友们？嗯，来吧，开启潜水模式。宝藏宝藏你在哪，我们都来找一找。贝壳、珊瑚和海草，不对不对，找错了。开启雷达滴滴滴，目标目标发现啦，向左向右向前进，宝藏宝藏在这里。大大铲子挖呀挖，挖开石头和泥沙，用力用力向下挖，宝藏宝藏出现啦。终于找到了。不好，我们的宝藏被抢走了。我去追回来。加速加速轰隆隆，追呀追呀冲冲冲，尾巴肚子撞啊撞，宝藏宝藏回来啦。旋风快跑啊，我来帮你。追着目标游啊游，发射大王咻咻咻，躲来躲去抓不住，再来一次不放弃。抓到了。鲨鱼鲨鱼有尖牙，妖魔大王咔嚓咔，我们快快想办法，小船小船压住它。我又失败了。是个奖杯。你们看，这写着什么？恭喜你成为勇敢的冒险者。哦，我知道了，这个奖杯属于勇敢的冒险者。恭喜你，库马。不，应该恭喜我们，因为我们都是勇敢的冒险者。哦。以物换物。旧物交换市场看起来好热闹呀，不知道会发现什么好东西。我们去逛逛吧。交换吧。嗨，酷宝。这些是什么呀？这都是我平时挖到的宝贝，每一个都很珍贵。可是这个帽子都破了。瞧我发现了什么，这顶帽子真是太完美了。我能用这把梳子和你交换吗？虽然我没有头发，但我喜欢你的梳子，成交。旧物交换市场果然很有趣。妮娜，我们刚才用无人机换了一个小飞碟，你有什么想要的吗？我还想再看看。那是，是我最喜欢的怪兽漫画。胖嘟嘟，我要跟你交换，你想要什么？气球、眼镜、帽子，还是小喇叭？这
这些我都不需要。我想要蛋糕。蛋糕。妮娜，你可以去找美食车亚米，他一定有很多蛋糕。对呀，妮娜，你要快一点哦，不然我就和别人交换了。啊，我现在就去，贝勒虎，快帮我升级吧。好吧。出租车妮娜，请准备。我准备好了。超级汽车，变身。今天的惊喜道具是幸运风扇。哇！超级汽车出动！马上就好，做好了没有？哦，走了。做蛋糕没有奶油，需要新鲜的牛奶。不就是牛奶吗？我去去就来。打车轮，蹦蹦跳跳，牛奶马上就找到。装满了吗？没有没有。装满了吗？哦，糟了，大奶牛。肚子饿了，猫猫猫猫想吃草。唉，奶牛饿了挤不出奶。看来想要牛奶，必须先找到青草。打车轮，蹦蹦跳跳，找呀找呀找不到。青草在哪里？跟我来吧。青草在哪里？哦，糟了！乌云飘，遮住阳光，麦子没法晒太阳。今天也太不走运了。帮你赶走乌云，打车轮，蹦蹦跳跳，踩着云朵跳得高。左边的乌云吹呀吹呀，右边的乌云吹呀吹呀，把乌云全部散开，天空变得好晴朗。任务完成，这点小事可难不倒我。谢谢妮娜，这是你要的青草。青草？不，我差点忘了正事。马上就好，牛奶做蛋糕，马上就好，打车轮，蹦蹦跳跳，终点马上到达了。胖嘟嘟，蛋糕，哇，看起来好好吃呀！妮娜，所有的麦花归你了。太棒了，交换成功。玩具救援行动，哇吼！嘿嘿，最棒的机器人波特冲呀！淘淘，我们要出门了。来啦！哦天哪！是波特，波特受伤了。怎么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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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是个玩具熊！啊！出事了！出事了！出大事了！啊！说坏了！说坏了！玩具说坏了！开心虎，快松手！我的朋友受伤了，你们能帮忙修好他吗？没问题，马上召唤超级汽车。出租车妮娜，挖掘机酷宝，请准备。任务收到，超级汽车变身。今天的惊喜道具是强力磁铁。时空跑道开启。
们来啦！快帮帮波特吧！他身上有好多零件都不见了。我们帮他找回来吧。搭积木想做城堡，大家快来快来快来找一找，找一找，找一找，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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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找到。小心！挖掘机强壮有力气，大大铲子哐哐哐哐保护你。哟吼哟吼哟吼，在呀在这里，耶，找到了！我看不清，到处黑漆漆，撞来撞去，砰砰砰砰撞不停。小星星亮晶晶，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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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发光。波特感觉很棒，谢谢大家。太好了，我回来啦。怎么掉地上了？幸好没摔坏，我们继续玩吧。美味派对，今天是儿童节，我们为小朋友们准备了一个惊喜哟，好期待孩子们的到来，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我们来了！哇，有好多好吃的。这下可怎么办？食材都用完了。我要蛋糕，我要惊喜。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看来我们需要帮忙。呼叫指挥中心。亚米，出什么事了？我们的派对出了一些意外，小朋友们哭不停，也没有食材重新制作美食了。放心吧，你和妮娜陪伴小朋友，运送食材的任务就交给旋风吧。超级汽车，请准备。任务收到。超级汽车变身，梦幻美食车亚米，跳跳出租车妮娜，过界赛车旋风，
超级汽车出动。轰隆轰隆轰隆隆，新鲜的食材交给我。轰隆轰隆轰隆隆，跨过大桥向前冲。冲啊冲啊冲啊冲，我来啦。我把食材带来了，接下来交给你们了。没问题。搅拌搅拌加鸡蛋，美味的蛋糕变出来。搅拌搅拌加水果，酸甜的果酱变出来。变呀变呀变呀变，哦，变出来。跳呀跳呀跳一跳，气球和彩蛋飘呀飘。跳呀跳呀跳一跳，戴上小帽子一起跳。披萨咬一口，香香又脆脆。果冻果冻咬一口，滑滑又软软。Yummy yummy yummy， 蛋糕真好吃。Yummy yummy yummy， 排队美食多。跟着音乐大节拍，一起来摇摆。拍手跺脚扭一扭，排队好精彩。 Happy Happy Happy， 我们在一起。 Happy Happy Happy， 最棒的 Party。 哇哦，抓住你，保证安全落地。快救救我的朋友！
别担心，交给我们，开启潜水模式。雷达开启滴滴，发现目标 ，Go Go！ 紧急救援，快行动，向上游啊游。怎么动不了了？我去看看。加大马力，轰隆隆，快速向后喷气，用力用力向上推，终于解救成功。旋风，做得好。怎么办？出口被挡住了。我们必须尽快找到新的出口。找呀找呀找一找，出口在哪里？找呀找呀找一找，哎呀找不到。地面太厚了。那边有光，我们快过去。长长手臂有力气，冰块吊起来，朝着出口游啊游，救援成功啦。超级汽车，刚才真是太危险了。你们看见这个提示牌了吗？这里不能滑冰。我们知道了。怪物星球。就差一点点。哇，阿里太棒了，我越来越崇拜你了。嘿嘿，我可是平打高手。嘿，伙伴们，我来了。旋风，我好不容易搭好的雕像现在全被你弄倒了。不就是拼搭雕像吗？交给我吧。嘿嘿嘿嘿，完成。不对。嘿嘿嘿嘿嘿，这次对了吧。太搞笑了。完全错了，这也太难了。有人需要救援，我们快去看看。毛毛怪，哈哈怪，太好了，终于联系上你们了。哼，你们想干嘛？又要搞破坏吗？不不不，我们是来寻求帮助的。我们居住的星球出现了分裂，马上就要毁灭了吗？不要啊！这个救援任务交给我们吧。所有问题都难不倒超级汽车。赛车旋风，大吊叉力，请准备。任务收到。超级汽车变身。今天的惊喜道具是太空飞行器。哇，时空跑道开启。超级汽车出动。怎么办？怎么办？我的星球，咔嚓嚓，咔嚓嚓，变成碎片。哦，朋友，哦，家人，都去哪儿了？谁能来帮帮我拯救家园？我来了，我来了，我们来了。找找一找，遨游太空，加速度向前冲，发现星球，推呀推，推呀推，慢慢移动，扛手臂向前伸，抓住星球，啦呀啦啦呀啦，可可可啊！我来了，我来了，我们来了。
快快全找到了，开始拼搭，拼一拼，拼一拼，搭建星球。哎呀呀，哎呀呀，全都错啦！我来教你，拼一拼，拼一拼，搭建星球。放左边，放右边，放上面，放下面，完成搭建。别担心，接下来靠我的。毛毛怪，这次你的毛毛可发挥了大作用哦！超级汽车拯救了我们的星球。超级汽车！没有什么事能难倒我们超级汽车。我想这件事好像把你难倒喽。